猜猜。因为我们有在100度沸腾，因为气改的现在早点开会啊，就大概知道没有什么。你也在三分钟。这是锦城武和那周冬雨演的一部电影啊，你去看啊，假的。你好，姐。他们怎么他们这种白凳呢？龙虾三吃有哪三吃？头油鲍、腹刺身、尾鲍粥。三粒料，三粒料，三粒料。你看，你看房间，你看房间呢？你看，你要拍动，好像学生的东西，你就要做到五颜六色，明白？但是我们现在这样弄它，像一样乱，但是你看得出很丰富的吧？嗯，这个不要讲房间，你看客厅啊，其实每一个中国电影都这样的，很有层次。你看，不同的纹理的格子啊。粉红色啊，这种。你看客厅，你看这，等一下你看客厅。酒店的人说你请病假。我的狗病了，有何贵干？探病。还有吃饭。你看颜色都很鲜艳，你看。嗯啊，你看，你看，你看，冰桌上面有粘一大堆东西、啊。嗯，你看，你记得要粘呢，因为你是补习中心哎，你不要说这样乱呐、啊，他这种是太夸张了、啊嗯。但是你旁边，你看，放了一下一个盒子，两个盒子，有放钟啊这些的。等一下我给你看另外一个 sample， 你看上面最美看到啊，这种好像我们叫什么，好像放地上那种啊。一盏那样子的，嗯，你看，它地上的那个地毯，你看到吗？有放很多书啊，颜色不一样的，它纹理就不一样了。他们都是靠纹理来取胜。你看这个，它这个 concept 呢，就和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是一样的。这个，你看到吗？其实它们是同一种的，你看到吗？旁边墙上都粘很多东西的，它不会单调啊。你看吗？ Okay. 就是你们你要，你可能你给它丰富一点啊，看一下你的老，你或者你要放点书咯，你们的补习中心有书了吗？嗯，有。放点书啊，放灯啊，灯没有灯啊，放书就可以了、啊，像补习中心哦，放点那个广告纸啊这样子，你要宣传一下，你看，我很多 sample 可以给你看啊。因为啊，你的东西太简化啊，它是没有细节看的。因为电影这种，我不讲你要做电影，你要做广告，或者是你的东西要看起来，不像学生啊，或者是不像乐仪啊，你就要粘这些东西哦。你的 set 好看的是你乱拍的好看的，你粘给它满啊就不一样了，就别人就知道你的东西是有细节，你看。你看他的厨房呢，很多东西看的。你看锦城武后面，还有狗的图画，这都是设计的，明白？
没没。你们你的可以弄很好。你面前的桌子就是。你看吗？看到吗？看到这个吗？嗯。看到这个？这些。对。狗啊，这些啊，你可以弄好看的，真的。你去找一下啦，找一下就好看了。我可以看另外一个。每一个都这样的，这是中国电影的等等，但是其实这是他们发，不是他们发明的美学，是他们因为他们的东西啊，都是走吧。都是要他们拍一部电影可能是，就是他们的票房都是几亿的，所以他们的那个他们的他们有本钱做到这样多细节。但是你不需要做到像夸张了，可能你至少做到像这些这样，加一点细节就好了，不用加到这么多啦。就是你问一下你的老板肯不肯呢？你看，这也是一个人的家。你看他们家。但是刚才的 video 啊，它是不开刷，只是放。OK， 你看啊，你看别人的家。因为这是我朋友做美术指导的。他是把 video 分开吧？这个没有，这个，但是他是 set 做到很精美啊，他的 set。你看吧，你看吧，背景吗？你看吧，背景吗？同一个道理的，全部一样的。你的东西只是空外哦，就这样。你只要弄到这样多东西啊，是，但是颜色要没了，你就会，就看起来就好，就会专业一点哦，专业一点哦，就这样吧，那样子哦。这三个啊，都是一样的，有没有？就这样不了。你就可以解决到你的问题哦，就可以解决到你看起来不够细腻的问题了啊。你看是不是？就这样吧哦，应该是挺 OK 的。你只要在你的 set 啊，然后你的简介，我觉得你简介没什么大问题，只是你可能你很少拍到那个人的手吧。就好像他狮子之后就可能比较 focus 在狮子方面这样子是吗？你讲什么狮子、啊、就好像有一个画，刚才有一个画面是狮子章啊，对对对，就好像你来我来你就 share 你的 screen 一下，看一下你的那个画面，再分析一下。你只是 set 和你的那个镜头了，你看空空这样，你看到吗？其实他桌上那些东西啊，其实可以弄到很多五颜六色的那种铅笔盒那些的，墙壁可以粘头纸，你就很好看的。或者有一些学生呢，你们的学生穿 compulsory 一定要穿这样子的，是吧 ？compulsory 啊，只是刚好那天拍摄时叫这样子穿吧。哦，这样不用紧了，因为其实。他们学生装也是可以，也是这样的、哦，有些人像纯白衣哦。OK。就这样子吧、哦，就是给他有很多细节看就好了。然后其他我看一下，我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镜头。这个是我上次接的，这个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那个广告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广告是做到比较专业一点嘛，比较专业一点，因为它镜头啊比较灵活一点，看这什么，这个也不一样，这个一样，啊这个对对。
PS4，你看一下别人的。这是广告，这也是广告呀。啊，他镜头也是移动的。你看，你也是镜头有移动啊，是吧？嗯，镜头移动，手他调色调得很美啊。看到吗？他后面很复杂了，是吧？很多东西的吗？嗯，跟刚才一模一样，其实每一个都一样的。这是专业的，就是这样。Nice， 你看，你记得你镜头要尊重镜头啊？你看，你镜头，然后你镜头在变化的时候，然后你 focus 一个人呢、啊，可能你要 focus 一个人哦。然后你 focus 完一个人，然后你就拍一个前场哦。你看啊，这个啊，这个镜头啊，你看啊，这个镜头啊，这个啊，和这个啊，和这个啊，都是一样的。你有看到他们的共同点吗？ Okay. 你懂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就一个是他先 focus 一个东西，然后特别是一个，然后又 zoom out 就拍全场哦。他全场的时候啊，他很多东西看到哦。你看他外面的那些树林都有看到，你的东西太封闭了。其实上个礼拜我也是跟那个学生讲过，就是说他因为他是摄影师嘛，他也剪嘛，然后我就跟他讲，你一定要拍到外面有细节的。你看看外面的树了，所以你也是摄影师是吧？这个你的这个我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是你拍的哈，你的摄影哈，你用手机、就有时候对，有时候是我老板拍啊，有时候是我啊，有些是你们现在只是插，你们有 establish shot， 就是你们因为你们场景不是很漂亮，就是我现在你们最大问题就是场景了，看到吗？嗯嗯，其实你们的补习中心不是有画面很多那种图片的吗？没有没？我们是走 glass 的，就是 glass 就是干净利落的这个补习中心。哦，听到没有？如果你们要拍的话，你们就要放很多细节哦。OK， 明白。你不是你明白空洞啊？空洞和简约，是不一样的，明白吗？你还是要有很多细节，你看这个是很多细节。你看他的手啊，在做什么啊？你全部要拍嘞，好像一个学生丢了纸啊，你要拍他丢纸啊，什么什么，就拍他细节了，拍他手的细节。然后啊，可能他的表情，看到他表情摇头啊，好像你的学生呢？好像生气啊什么的，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镜头一下，你的这个镜头啊，你可以切，你要推拉的时候，你可以再补多一个镜头，只是拍单单拍这个什么的，这个成绩啊15分啊。然后拍很多个嘞，一个15分，一个10分，然后快快哒哒哒哒，一个15，一个10，一个6分，一个0分，这样子大家看就很震撼了嘞，就是全部的成绩都这么差，明白？啊，讲不好。你们要参考一些这种专业的那种 commercial， 都是比较专业，你看。OK， 你看字弹出来。你要拍那女孩子。So, dude, I don't got that, man. I gotta go and get it. Hurry up! 你看，还有剪剪，然后喝水呀。可能你还要出字的时候你可以出一点光的 effect 哦。你看啊，输入字啊。What? Oh, Will, bro. Okay, I'll show you.
就这样咯，就这样吧。明白。就是你能够加强的，就是镜头放多点变化咯。啊 ，OK。所以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像比如说我要，我 share 我的那个，你 sharing 啊，看一下。比如说有一个画面，比如说这个啊，我本来是要放这里放一个灯泡的，就是他那个刚才那个骨髓的 effect 啊，哎、就是他过一走嘛，那个我想要灯泡就跟着他的人一起要出去这样子，这个要跟踪哎、欸。tracking 你要用那个 AE 来跟踪 tracking 用 AE OK 咯，所以我想把它影片放到 AE 那边做什么啊，对，就是说你这个镜头要放，你应该是然后你的有 effect 的镜头你去 AE 做了，然后你再给它丢进来那边咯，丢进来那边剪，好像你这一段呢、这一个段呢、你看到我的画面咯，你看到我的画面吗、OK 好像你的看不到，好像你的这一段呢、好像你的这一段呢，你的这一段了，你接着你就可以去 AE 里面做效果了，好像你放个灯泡，它跟住它灯了之后，然后它也还跟住它走了，那是要 tracking 啊，可能之后我也叫 tracking 哦，我也叫 tracking。Okay.教个简单 tracking 啊，可能是讲跟住那个人走啊，那个东西跟住那个人走。OK， 你除了那个灯泡要跟住这个人，你还想做吗？目前是因为我还要等那个下星期我老板录音他声音过后才能放，还有其实还很多画面很多放一些，比如那些学生讲可能好像要做 YouTuber 什么，可能我就放一些啊 YouTuber 的人进去这样子咯。你打算怎样放呢？有什么 sample 吗？你没有做些 research 的？就是说通常你要做些目前没有哎。你好像你要一个效果啊，你会拍脑袋想哎，你会讲哦，我觉得应该这样，你应该是要去做 research， 就是你去找了很多这样子的那些 example，、okay. 像我这样的。我找好像我想这个画面，我就找这个，只要你有超过几个画面这，你看这个女孩子，这个是一个跳pop一个字出来的。还没有。他那个 zooming effect 是特地用 camera zoom 吧，还是在？PR 那边 zoom in 的，没有，他一定是用那个 camera zoom 的，很容易吧吗 ？OK， 就是你的那个 camera， 他可能是用 A7 还是，他应该用摄影机拍的，我觉得，他这个是用 RVS 拍的 ，RLI 拍的，他不是用电， okay. 不是用相机拍的，他是用 RLI 拍的，然后他要 zoom 进去的话，就是镜头直接 zoom 进去哦。OK， 如果用无线手机来讲。就是，但是也是可以，但是你这样讲啦，我觉得也是可以用那个 A E 拍哦，那个 A E 也是可以给它 zoom 进去的。OK， 但是他感觉到他不大像是用 A E 样子 zoom 进去啊，但是 A E 也是可以用。要记得有晃动，你也是可以用那个什么来 zoom 啊，用那个什么来 skew 它了吗？那个 Premiere 也是可以 skill 它 ，OK， 你懂 Premiere 要讲 skill 吧？我明白，不会啊 ，Premiere 啊其实也是可以 skill 的，假设这个镜头呢，如果是要 skill 的话，他们有一个叫 effect 啊。Effect control， 看到吗？只是它 skill 有一个缺点是吧？如果我的画面啊不好的话啦，它就会看到有点模糊哦。
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是 movie quality 啊，他们的拍摄是很贵的。他如果 SQ 老师，他的那个细节就没有这样细啊，他可能不会这样做啊，你明白我意思啊？他这个是用电影的规格来拍的，你看得出？他这个是很大成本的嘛 ，PS4 的那个广告，因为用几百万来拍的，或者是几百千啊、美金啊，至少几百千美金啊，可能五六十万美金啊。你俩摄影不错的，专业的。你看这样子啊，他可以拉进去，但是他拉进去的话，可能那个效果没有这样理想。而且他这个可能啊，这个他可能是用绿幕来的，也有可能是用真实。但是我看到他有反光，可能不是用绿幕直接这样子拍的。嗯，你明白吗？他有反光那些啊，所以啊，这个是直接这样拍的。像来我，你看我这边啊，我这样 skill 他，你看我这样 skill 他吗？它的细节就没有这样多了。你看，这原本这样，假设原本这样 ，OK， 假设原本是这样，这样子，我跟他来这边，我就 key 一次，然后这边呢，我就跟他，然后这边也给他 key 一次，两个都 key， 来这边这两个我 key 一次啊，两个都 key 啊，反正来到这边，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开始拉进去，然后这个他的那个镜头就可能上来一点，明白？嗯，就这样吧，也是可以的，只是专业的应该不一样做啦，不一样这样投机一样啦，因为他你往里面推啊，可能他就会有一点那个他的 pixel 就有点粗一点啦、啊，粗一点、啊。你看吗？你有看到我推进去吗？看到吗？嗯，就这样咯，就改成这样子推吧。你来这边来这个，你来这边用这个 effect control 就可以了，明白？明白了就可以了。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目前没有。目前没有啊。嗯。目前没有。你看、我还没有、我还没有去，可能 research 大象多的，所以目前没什么问题啊。因为你好像你我跟你讲个工作方法、啊，好像因为这是我们外面做工的工作方法，一定是做很多 research 的。好像我们要去跟他讲个事情啊，我们一定做 research 啊。我们不会讲哦，我一个 idea， 或者之前我不小心给我看到一个东西，然后就这样讲，不可以的。你一定要去 ，OK， 你要跟那个人讲的时候，你要准备这几个东西，然后你要跟他讲为什么哦，这个你看这个人做到这样哦，这个人也做到这样，然后这个人也做到这样，我觉得老板这样子的效果现在很流行，你要不要试试？你明白啊？你应该是要这样子的。你跟他讲什么他不懂什么意思，因为他不懂你在想什么，你要给他看到画面，明白？你要给他看到，明白？就是说你可能你现在赶紧想到那个 idea 是你一定要来 YouTube 找，或者来这些电影的网站啊什么来找聊，然后像我这样子打开哦，你跟他解释哦，嗯，这样哦，这样你才有那个说服力啊。嗯嗯，这样吗？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改？你的那个广告，你还有什么 idea 想要做的？你觉得？就看等明天的 after effect 看再讲。after effect 明天我会教一个最基本的，讲出那个字，我可以讲像那些字啊，讲出来。或者是那个他，我是教一开始我会教最基本，因为你们要知道他 concept 的，你明白？嗯，可能那个他最基本的 concept 是怎样把一个讲 layer by layer。其实啊，你会用 Photoshop 吗？我全部那个 Photoshop 那些都是刚进来还刚学的。哦，他其实 AE 呢就是一个会动的 Photoshop 啦，明白？他只是会动的 Photoshop。嗯
然后它就是会动 Photoshop 哦，然后你它只是有什么区别，就是它我一讲你们那个 layer by layer 的 concept 啊，然后呢我会做一个萝卜示范哦，就是一个简单的动画哦，还没有到 effect 啊，可能之后我会教 tracking，然后教一些字体的 effect，字体的 grow 一些 plugin，慢慢教啊，因为你们是零基础啊，我是一点一点教的。明白。明白，就是反正都长期啊，反正你们都在 group 里面，你们要看就看了、嗯，就是一个礼拜交一样。因为，OK，是之前是有个学生问我那个萝卜要怎么做啊，然后我可能会示范一次，然后我会删减啊，跟他讲他照住这样子做就可以了。明白。简介方面你还有什么问题？简介目前没有，可能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 effect pro scaling 那些，可能我再看回 replay，可能那边。其实很简想单了吧？解。你看啊，你要 skill 那些啊，反正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的嘞。你要 even masking 可以，time mapping 啊这些加速啊加时这些都可以的。但是我加速我每次讲呢，我有时我会用这个啦，但是有时我没有啦，有时我都是直接让我这个东西我要它快，我就整个东西 select 它，然后来这边给它直接快哦，明白？好像我要它，明我要白。讲。这这啊，这些你会吗？这个会。但是你这个你要改掉这个 optical flow，那么，然后不然就 OK。是我们怎么剪后面，然后有些东西，然后这东西我觉得它太长，我就可能就用 W 给它剪掉吧，明白？然后这东西我觉得太长，W 给它剪掉，那么，我每次都是用 shortcut 哦，然后 Q 给它剪掉，这样不好了。我觉得这东西太长，我用 Q 剪掉，Q 剪掉，这样不好。你这啊，这 shortcut 你会吗？我还没看到小刚那个影片哦。就是说，其实很简单啦，这我是觉得我经常用的啦。这个是，好像你看啊，这个啊，我按 Q，它就会剪掉不要的东西。但是啊，它音乐我觉得不错啦，就可能我是觉得画面太长了啦，我就按个 Q。对。我每个礼拜我的那个我都会不同的主题的，有一个主题是可能教怎样配音乐咯，然后配声音咯，然后像你这种会剪的就不懂要教什么，你算会剪了我觉得，你会配音乐是吧？你懂要去哪里找音乐吗？我是每次就比如说我要找枪以后，就可能是在 YouTube 搜索那个广播去 MP3 哟。啊，对啊，就这样子咯，去那个 YouTube 找吧哦，我都是去 YouTube 找，然后给它 convert 进来就好了。像那些不会的，我就教他们了。上个礼拜我教他们讲去找那音乐，这样咯。这样我看你明天再来咯，明天我会教你基本功，然后有教做一个萝卜。但是你可能你要学 tracking，可能要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或者后个礼拜。tracking 我会教一次啊，就可能花了几个小时教一次 tracking，怎样那个东西？tracking 什么意思？我忘记了。tracking 就是然后你刚才讲那个灯啊，假设啊，啊，这个人呢、啊、在那边啊，他头转过去啊，这个灯会跟着他走。OK。就是你该像你该给我看一个 sample，假设这个人他有个 idea，他头摇来摇去是，他的灯也会跟着他摇来摇去啊，tracking。OK，这就是 tracking，这就是 tracking。好，就这样了。OK，好的，辛苦，谢谢你。OK，谢谢你。拜拜。